啊，耳朵公主耳朵不好使啊！这木影公主在干嘛的？哇靠，这么六鬼！我看木影公主，哇靠，有点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别扭了，别扭了，别扭了！你附在人家啊，附在人家医生身上，我靠！死！我靠，震慑！我操，这种医生，我操，你敢附？我靠！你看，医生的爸爸，医生都吓得屁股尿流，我靠，直接震慑！我靠，第十六的进度条加震慑！我靠，医生马上已经半截入土了，你知道？啊，正在发泄，发需要帮助，你知道？好，我们找到往这边走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！牛仔，快点发需要帮助，快点！他不发，你好巨耶！他一直喷涂鸦，快点发，快点！哇，你好牛啊！你用你的脾气在挑战我的耐心是吧？啊，救呀！你干嘛，牛仔？活了，我操！我好巨呀！这个嘴巴，我看死活不肯发一个血帮助，看呀！快点修机，快点修机，行，把他堵在这儿，不让他过来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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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操，要戳到我来，戳的飞毛腿，修机，骗一下，抽叉，抽太晚了，喂，喂，没找到，喂，我操了，终于有地窖修出来，我的妈呀，我真的谢谢你们，我操，干得漂亮，终于有地窖了，快点去电话亭买撬棍呐、啊，帮帮我爸买点撬棍好吗？牛仔不要去地下室翻了，买个撬棍吧，买个撬棍吧，快点！买撬棍呐、啊，溜不动了呀。修机呀、啊，你是有多不想修机？我买了也拿不到呀，不要再追我了，救命啊，不要再追，你越追我鸟越多，别追了，我本来鸟记得我清楚记得我是两只鸟，现在三只鸟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鸟越追越多，等下四只鸟，五只鸟，哎，干嘛呢，在这里睡觉呢，这是，别睡了，醒醒，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哎，干活了，可以准备受死了。OK， 这把可以叫叫，可以可以。噗噗，听到放屁的声音。肠胃，还要追我？我的妈呀！挂机的不追，还要追我？吵多起来，我操！快消失掉，妈的！哎。撬棍还给我，撬棍还给我，谁把撬棍给我带走，拿过来给我，还给我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可以快点给我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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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撬棍给我，快快快，分钟，快撬棍给我，撬棍，撬棍，哎呦妈呀，哎呀妈呀，撬棍了，我终于要走了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不要带过来，你走开呀，昆虫，走开呀，你走开呀，你有毛病呀，走开呀，走开呀，走开呀，你走开呀，走开呀，我操，滚呐，我操，滚呐、啊！我操！